我们这个比赛奖金就比较少，每局只有72块，不像那个比赛，哇，一局就奖金20000哈。哎呀，真的，我第一把都不知道有奖金。对，好多人都不知道，第一把都不知道有奖金，然后就随便打一打，结果让陈晨浑水摸鱼赢了。哎，有了奖金之后很谨慎。对，有了奖金之后，大家都打得很打，大家打的都特别谨慎，没那么奔放。哎，确实我直播我看我朋友圈有观众都发朋友圈说觉得申屠确实这几周啊感觉进步特别快。我今天回过来看看那个什么陶建杰，确实挺蠢。对啊，你觉得那个时候只要打死人确实是能够赢啊。对对对，因为他们都残血，我就打一架就行，而且应该打上家位，不应该送位了。嗯，对，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打死自身，那个时候你要打死的自身确实也能赢，很有机会吧。总之不应该桃园，不过我也挺黑的，再起三黑，乐两次，一张不中，一技能一次乐不中，对，挺惨。这个是曹操李典，他怎么就胆子这么大就直接出来了？嗯，因为这个比赛吧，就直接出来其实也没什么人打你，因为就跟、哦、是吗，就跟我们的情况一样嘛。而且他应该是也不知道有几家帮自己的。对，他而且这个比赛现在是什么一个局势呢？就是现在大多数人呢就只选两个国家，一个是魏国，一个是吴国。所以他为了防止那个吴国拿到先驱标记，所以他决定自己先出来拿这个先驱的标记。拿先驱可以看底牌是吧？不是，就可以用，主要是可以用完牌可以摸到四张嘛，把自己的牌。哦，这个牌量更大，是爆发的时候很有用。啊，明白，不想给那个吴国。这种变魔术的更多爆发的机会。对，因为吴国现在本来就是这个版本里面最强的一个国家了，而魏国呢是唯一一个可以和吴国抗衡的国家，所以他决定还是阻止一下这个吴国的。也有道理，就是等于是群战的抢先手了，混战中抢到先手。对，现在我是说那条朋友圈是我发的、啊、这位朋友发的。我这样是可以啊，还有我们这样女粉丝的微信啊。啊，你怎么是你们那儿的女粉丝？对啊，也挂我牌子啊、哦、说你说那条微博，我那条朋友圈是他发的。哦，是，这位朋友也是看我们直播间看了很久了呀。啊，三国杀了。对，说明桌游还是互通了。对，桌游确实，我之前听跟申屠老师聊天的时候发现申屠老师确实也玩很多桌游，我也玩，什么我以前特别喜欢富饶之城，我特别喜欢，然后还有一个桌游叫魔法四季。确实这个四季和富饶都是挺好玩的。嗯，都是，其实和三国杀这也很类似，都是用牌的嘛。在老玩家里面，这些游戏都是他们会就一直循环着玩。嗯，我就不太，我其实我不太擅长的是像波多黎各那样的游戏，就什么用资源啊造房子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计算类的游戏其实挺难的，但是也有很多资深老玩家沉迷这个，就那种计算啊，就经营类的嘛。我不太喜欢经营，我不太喜欢经营类的，我觉得就太累了。我比较喜欢和人就是互相争斗的，对对对，有经营。哎，有的人是觉得跟人争斗太累了，你知道吗？哦，有的大家人不一样，自己经营对吧？对对对，有的人觉得哇靠，狼杀什么三国杀这种，还要跟人搞来搞去，我直接算数就好。嗯，对，就大家喜欢的不一样。我说这一期的周五的那个 God Eye 确实也还是很有趣啊。我记得我就看了一下弹幕。当时我在那儿说，我感觉场上没有狼的时候，弹幕全是火树，疯了吧？问号，怎么可能？一群问号，你在想什么？找不到说了吧？说的三个字啊，叫什么事来着？叫黑死病。你要说黑死病吧？对，我忘了。我不知道这个规则，但是我就知道应该没有狼，我不知道需要说这个。就你不知道那玩意儿叫我不知道需要说这个，我只知道大概需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明白，就你不知道结束终结游戏的关键是要说出三个字。对，但是我知道大概是这个样子了。然后大家一顿问话之后，马上就游戏结束了。哎，你看这个比赛进入我们一个常规节奏，张合屯牌，曹操不打人，二张开始收牌。啊，这个确实是，张合，张合慢慢屯嘛。但是这里面呢，二张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二张他可以收别人扔的牌，
所以说大家都不打人，都扔牌，二张就很多牌，那二张就可以拿地铁牌过来打人了。二张陆逊好像很强啊，他这个还能收牌，一般吧。二张陆逊主要是配个双二枪的话，他可以给双二枪踢一张，然后那个一代然后换掉，让双二枪把这个装备扔掉，然后再给你就很强很强，摸很多牌很多牌。他虽然收的都是一些弃牌，可是都是万一摸到连炉什么的。对，而且陆逊可以把那个红牌都拿来躲事嘛，对吧？对啊，还可以移度，对啊，还有一代王，这有点厉害。你看这个申屠老师也是对一代王这张牌影响很深啊。一代看我用了好多遍，哎，资神是哪个呀？资神是哪个？资神是这个张和是资神。哦，张和是。哎，张和跟张辽到底是哪个将更强？张和、张和他是用处更多，张辽的话他是牌差更大。就是两个人偏重的点不一样，张和他还可以控制装备啊什么的。如果你们双方是硬拼排插的，那肯定张辽更厉害。比如说张辽偷张和，张和偷张辽，那最后张和就会没有牌。但是张和呢，就是打华佗这种需要手牌的牌啊，小乔华佗这种是不是张辽更厉害？是。但张和呢，他可以挪装备，又可以挪判定牌，就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这有个张和在，就没有人能够乐得住那个李典曹操，你乐他，哎，张和就把这个乐给你挪走了。哦，哎，感觉好像张和在国战中可能会用处更多一些。是的。张辽如果被乐着了，可能啥也。因为张和他不仅可以打团战，他单挑还很有用，因为他单挑的话有个特别的玩法，他就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吕蒙用，他一直弃牌，你打不动他，然后他攒很多很多牌，然后他就赢了。他只要丢一张牌，就可以不弃牌。对，他可以每回攒一张牌，每回攒一张牌。然后你如果没有什么进攻能力，比如说被加一马卡住了呀，被一个人王洞卡住了呀，那你有可能就悲剧了。哎，被加一马卡住会怎么样？你就打不到他嘛，你没距离杀他嘛。然后他就一直弃牌，攒牌，然后就赢了。那你觉得他张和另外配那个将可能是什么东西？自学不知道什么曹仁夏侯惇。反正不像是曹仁啊、夏侯惇啊，很难是许褚吧？据说资深是开的十筐，我觉得应该选不出许褚这样的将。许褚不太好，许褚有点太弱了。对，感觉很。张和单挑肯定是比张辽强啊。张和那反正另外那个将不可能是张辽了。张辽的话，他就直接用张辽偷牌了吧，就不用张和偷牌了。张和还更嘲讽一些。哎，我的账号在另一方登录是否成功？那我另外再给你一个号吧。那个好的好的，那个账号原来的主人已经登录了。我给你一个。太惨了。这个因为我们都用的是别人的号。对，这是上的也太快了。火速将我盯走。我给你这个。哎，国战这十 V 十的号，七荒，不是十荒啊。当然，其实你说七荒就不算多。大家如果知道我们那个全民三国杀上面是怎么选将的，你们就觉得七荒不算多了。我们的七荒啊，就是你有七个筐嘛，你给你七个将的可能是不同国家的。我们那个节目上面是一个国家最多给你14个将选。14筐，你不是14筐，你还有别的国家占那些筐，对吧？啊，我们那里面都不是14筐，估计是20多筐，然后有一个国家有14个人可以选，所以随便挑嘛。对，所以像这种孙权，似乎就一定孙权香香。不是，但是我还是觉得陆逊香香比较厉害。是不是也要给队友考虑留一个什么东西？我不想，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那个队友说了什么给队友留个陆逊这种东西都是扯。哎，所以的话，陆逊香香确实挺厉害的。对，陆逊直接自己爆，就还得靠自己。对，你不要想着。但我觉得这种确实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出来吧？那不是直接嘲讽？他那个出来有点太早了。在我们那个赛制中啊，这样的话感觉是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赛制呢，我是肯定得出来的，因为我不出来我会被打，你知道吗？就当时那个舆论情况，就是我不出来我肯定会被打的，所以我必须出来。但是我队友我觉得就没有必要那么急着出来。哎，我如果是你队友，我绝对不会出来，不管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你等于是反其道行之，
的一个策略。对啊，我在赛前我跟所有人都聊过天嘛，我就特意跟大家聊，说我这个你们，我跟选手都说了，说你们要是我队友呢，你就不要管我。我哎，这个张和好奇怪，张和是把勒罗给呢陆逊，就相当于把勒给扔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他可以勒一个人，因为这个时候魏国是到开团了，对吧？他为了表示世代交，但是我觉得没必要。这个时候就是要3-5了，魏国。我为什么资深不是有实况的吗？怎么选的这么差的将啊？好奇怪，感觉资深每次选的将都挺弱的，哎，很尴尬。另外一个是什么将？曹洪，哎，很一般那个将，就相当于没有技能。曹洪将，就郭嘉和曹操都有个加一码，现在多一个加一码。你看起来没有加一码，实际上还有加一码。资深是真的不关将啊，我觉得还是关关将吧。他在直播吗？他没有在直播，他还是挺想赢的，但是实际上他就他观战是吧？对，他观战可以看他在打，他现在亮了嘛，不是曹洪张合嘛，对不对？啊，他一个他干嘛不关将呢？真的是，哎，还是应该关一下将啊。现在郭嘉就加二码了。曹洪就是什么飞影？对，就队友都有加一码。不是有这个阵法技吗？没有吧？队友有加一码，现在就现在离点、啊、现在离点这个比赛还有是吗？哦，这比赛还有这个阵法机的吗？对对对对对，就现在这个版本国战里面都有啊，就是曹洪啊，还有什么吴国的那个谁，吴国蒋钦，还有群雄的张任和蜀国的姜维都有阵法机，是的，可以弃张牌对吧？不用弃牌，他就直接是队友没有那个什么了。哎，他无懈了谁啊？这是哦，四号无懈，然后他反无懈，那所以说他应该把勒罗给他不是有个护援吗？啊，护援是可以把自己装备给一个队友，然后拆距离为一的人的一张牌，就是给队友拆一张牌，是等于是拆一张牌。对，哇，这李典是20张牌啊。嗯，李典因为放了两个 A 嘛，李典造型也是还是可以摸一张牌，所以说牌也挺多的。李典是不是一般都会发动这个？是啊，因为他这个摸牌嘛，因为自己动的时候要输出的时候摸了牌肯定是有用的嘛，对吧？特别摸个连弩，就一边杀一边。如果是别人在打你的时候，那也看你上家，就看谁打你。你打你这个人，他拿的牌是不是特别有用？如果张飞打你，一般来说就不要给他摸牌。嗯。如果岳英打你，一般也不给他摸牌。就爆发将一般都不给。是的。哇，这个17张牌弃起来，岂不是都让那个二张？哎，对，都要给二张拿到，这就很可怕了。这是曹操急了，很肯定不会让他拿。对，哦，我连弩来了，刷到了，刷到了，刷到了。感觉资深终于要获得首胜了。哎呦，资深，现在我们这个比赛到了第10盘，资深好像终于要赢第1盘了。哎，我怎么还是看不到资深在哪儿？张和曹洪啊，就是那个一号位的张和曹洪。名字本来不是叫资诚吗？名字在，但是这 ID 他用的是别人的号。啊！刚才我还给大家安利呢，说我们那个比赛的最后一局特别的精彩，让大家一定要看，真的是特别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打了5小时。对，哇，真的是大家每个人都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很多操作你换一个人来根本打不出那样的操作。好多人还不信，觉得我在瞎说。你像个举报。对，姿势这个不是这个申屠老师就知道我肯定没有瞎说，真的很精彩。确实是。大家如果前面几期没有看，最后一期也一定要看。一定也不要看，我跟你说，前几期不要，最后一期就别看。真的。哎呀，我觉得他应该快点办第二期。对，真的，我觉得，反正最后一期真的打得特别特别精彩啊。而且中间有很多很多小细节都特别特别耐人寻味。节目组也设置了一些新的环节，对，也是节目组加了一些新的比较有趣的东西啊。啊，我们本来以为可能会非常娱乐，但是它其实感觉也而且还真的起到了加就让这个比赛更精彩的效果。嗯，没错，确实是这样，确实各怀鬼胎，我觉得很有趣。哎，他开始开桃园了，桃园机。哎，那觉得队友比较多，杀不到人了吗？这是没有杀了啊？他不想给那个，哎，也不对啊，那就给他没有杀了吗？他是这个李典曹操怎么这么扯啊？真的没有杀了，真的没有杀了，也太扯了吧！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要赌队友有桃，直接先火攻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打的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应该直接火攻小乔是吧？我觉得不是火攻那个郭嘉，然后刷牌，火攻郭嘉刷牌，然后再继续杀完人，然后最后再那个什么哦，在桃园，他这一个九杀是要带走这个小乔了，看来。哦，原来是这样啊！哎，一个九杀，他保证哦，保，因为那边小乔没牌嘛。哦，他就少一张杀吗？也没这么紧张吧？不知道，他稳，因为他有张九，哎呦，这也挺尴尬的，就摸很多牌，这摸四张牌，对啊，九杀一个人是摸两张，对不？九杀一个人两点伤害嘛，两点伤害他就可以摸两张牌。哎呦，我天哪！接着杀，接着杀。那小乔子，这小乔应该是没了。哇！那里，哎呦，慢慢入侵，太恐怖了。吃了李典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游戏结束了，应该是赢了对吧？嗯，游戏基本结束了，这李典太恐怖了。李典刷牌太那个，曹操也收了些牌。曹操是他们那边发 AOE 的时候，曹操收了一张嘛？哦，所以说当时自动的时候先放了两个 AOE， 然后接着现在又洗牌了，又再来一次。这个组合也确实挺强的啊，嗯，别人先也不知道，就曹操先收一到两张，那直接。李典行动的时候就爆发，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个郭嘉，他刷郭嘉还摸牌，没错，郭嘉还是，啊，他破盘量太高了，这个哦，而且他这个等于是李典本来就是少 AOE， 拿个曹操那不就爽得很？对，哇，还有万箭，这有点太起飞了，拼命刷郭嘉，感觉像来打三v三，对，配合相当的默契啊，自身应该是就能赢了。郭嘉自己也有桃吧？恭喜自身获得首胜。会不会有周赛什么的也要被打穿？我们观战的这个下家郭嘉下家不知道什么东西。嗯，这个地方排堆剩余已经只有四十多张了，我感觉李典郭嘉有可能两个人就可以把排队烧完，要摸完牌了。所以这个李典曹操这种一轮能够刷多少牌？二三十张也很多很多很多。因为他就是这个牌呢，刷牌这个东西就重点就在于，如果排队一旦洗了之后，你有些不能够刷的牌，你就在手上停住了，就固定在手上了。然后排队里面的全部都是可以流动起来的牌，这就很厉害了。嗯，啊，明白了，可以循环是吧？对，排队里面，排队里面也是108张吗？这个它总排队还是108张？总排队108张，但是可能有几十张在你的手上了。明白，明白。然后那他的这个伤害牌还是跟那个老的一样，一张万箭，对啊对啊，三张。但是就是说你万箭，你看蓝蛮万箭蓝蛮这些牌会用掉对吧？洗到牌局里面去。没错，嗯，他只有七张伤害牌啊，还有连弩只有一把吗？对。哦，哎，真的有周台，这样的话那他这个确实是破盘量太大了。对啊，他就完全可以一直刷国家，我感觉他一直刷国家都有可能把牌局给刷完。没错没错，我以前那个玩三 v 三，我其实不是不会玩桃杀，是不会玩国战，嗯，就对于那个将的防弱完全没有概念。我以前就喜欢用黄盖，哦，黄盖在三 v 三里面确实是很强。哦，对对，神将嘛，就我有黄盖，有时候都会守黄盖。对，黄盖就是刷牌，嗯，也没刷那么多，但是已经是出连弩几率很高。以前有一个阵容，最早的阵容是黄盖郭嘉华佗嘛，黄金一波，那叫冷黄金，对，冷色先动的冷黄金，直接启动刷子。但是一般对方不会让他选出来，对，选出来可能对方是绝情之类的，对，或者什么，嗯，但是冷黄金还是挡不住的，就是黄金可以直接动啊，直接动，对啊对啊，因为他的天生胜率好像就有67对还是77，我忘了。而且有一种方法是，你如果有一个阵容挡得住这个黄金一波，他就不苦了，他就等，对，他就慢慢跟你玩，他就可以。确实是最强，嗯，那个版本的最强。哎呀，这个李典真的是起飞啊！李典一个人玩就可以了。其他人这个是五秒场吗？还是十秒场？不，我们都是开20秒的，还有人无限，你无限能有零点多，还真比的不可能了，我觉得。啊，又有20张牌了！天哪，十分钟前才就是20张牌，现在还是牌不变少的这个人，还越打越多，还把别人都打死，有点讨厌。这个有点 bug 了，零点国家刷起来是这样子，有点牌太多，而且他还是守量的哦。他有先驱，他先驱还没用掉啊，这救不回来。这个陆逊也死了，又收两张牌，感觉陆逊这个就可以用，我这个就可以杀。哎，那人被杀有技能，看是大乔，哎，还真的是大乔，
我还说是不是个大乔或者刘禅之类的，原来真是个大乔，那就没法继续杀那个。那也挡不住啊，四张杀这个，还有三张杀这个周泰嘛，可以。那拆顺什么也行，对，拆顺得把大乔拆顺完才行，但是没必要啊。这个地方他过来杀周泰了，反正是二张也死，反正二张死了嘛，你弃牌无所谓了。二张死之前，你弃牌感觉还挺大。我操，还来，有完没完了？国家这应该有，国家应该会掉血吧？我觉得这你很难相信没有桃，国家受伤了，没必要啊。国家受伤了，可能他想自己吃个桃回回血。可能国家自己是没有桃杀桃酒了，但是我觉得国家没有，张和也该有，你肯定会有人有的，你不信？我觉得曹操肯定有啊，他都打，你看，对吧？不过曹操打那个，曹操有杀有桃的话，他可能会刷国家。哎呦，我这个、哎哦、这个周泰三不区开始求桃了就。哎，至少还有三到四张上。望西是离点控制发动的啊，离点选择要不要一起磨？离点说一起磨就一起磨，离点说不一起磨就算了。而且你这个地方把离点杀完，很有可能郭嘉还要再把连弩拉过来，再来一次。还有什么乐不思蜀啊？郭嘉牌也多得可怕。对啊，郭嘉把那个连弩打过来，哎，你来用完了，哎，该我来用了。对吧？对对对，国家只要留一张顺就打得很厉害，留一张顺，留一张吉拉塞尔就可以了。对，背对，那肯定有啊，肯定有顺和弱。牌太多了，什么都刷出来了。这里只要拆顺一波大桥就死了呀！哎呦，这还能救？啊，这里还有人，哎，忘了这里还有人。你都不知道武汉还有人呢是吗？哎，开始刷国家，又是逃了，又开始刷国家，有逃就刷国家。感谢朱的血兵，谢谢康大健的礼盒，谢谢。哇，这个真的是挡不住啊！这有什么可以跟李典曹操抗衡的组合？哎呀，有很多了，因为李典曹拼嘛，袁绍马腾嘛。算了，袁绍马腾在这个版本里面还袁绍马腾不是送李典牌吗？送曹操。袁绍马，你不敢送袁绍牌啊？哇！哎呦，郭嘉，郭嘉亮出了个司马懿，直接把连弩给拿了过来。哎呦喂！啊，还有这一手。好，你杀完了，该我来杀了。哎，他打了一个什么东西，导致他可以反馈啊？他杀了一下司马，杀了一下你郭嘉嘛，让郭嘉开始刷牌。啊，啊好，你别杀了，我来。七十三杀，说明郭嘉手上能够拆那个。郭嘉表示你不要杀了，让我来杀吧。那、哎、有点风险啊，因为他浪费了三张杀、哎、无所谓，这郭嘉肯定杀也是够的呀，对吧？哇，一个但万一输了，那就是郭嘉的很难，这输不了，这怎么输啊？周泰都不跟你玩了，我直接投了。太惨了，可以看到魏国是秀了一波啊。哎，这个是借力点啊，那正常的力、啊、都一样，都一样。哦，哇，这第十局吧？对，第十局。资深终于获得了首胜。